嗨，各位好，我是 Jimmy。 最近在准备新的工作室，比较忙碌。 Foxy 非常贴心寄来一片 PA 滑鼠店的冬季限定款 Winter 21。 身为圣诞宝宝，对这种冬季限定的东西真的是完全没有抵抗力，谢谢。如果对 PA 这个滑鼠垫比较陌生的观众，可以去看我前面开箱的影片，基本上就是跟 GSR-S 一样，是完全平整的底材，配上比较滑顺、速度中间偏快的表面。PA 这个滑鼠垫我使用到现在大概3个月，因为我定期会用湿纸巾擦拭后风干，所以颜色还跟新的一样。啊，3个月以来，我游戏的时速不长，但完全没有耗损后变得比较不滑的问题。换到比较轻的滑鼠，速度还是会有点快，需要习惯一下或是调低 DPI。这3个月以来，又经过午后雷阵雨或是台风，我感觉吃湿气的问题比较没有像 GSR-SE 那么严重，不知道是不是表面比较细致的原因，比较挡水气之类的。另外很明显的是 PA 的表面比较软，所以如果用鼠脚比较小的滑鼠用力压枪的时候，会感觉到鼠脚有点陷进去，有点在刮鼠垫的感觉，这时候速度就会变慢，变得比较有控制力，很特别的个性。那习惯之后就很好用。我认为唯一的小缺点是这个比较细致的布面也会让手臂手腕感觉比较闷一点，我自己是有放一个 USB 的桌面上来改善这个问题，手腕手臂比较不会出汗，也能够延长滑鼠垫的寿命。如果你觉得我玩游戏玩得不够 hardcore， 讲这些不够准， PUBG 世界冠军 Tigleton 现在就在用这片鼠垫。最近也看到许多 CSGO 选手用这片鼠垫在打比赛，而且很多的这个颜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如果不好用就不会拿去打比赛了啦。 Winter 21是最近推出的限时季节性版本，颜色是非常梦幻的粉红色跟粉绿色，有一种马卡龙色的感觉，但是再浅一点，然后用雪花来做点缀，创造出一种迷离的感觉，让人很想吸一口。啊，新鼠垫的塑胶味，看久了真的会少女心喷发，也开始期待快乐的12月来到。Winter 21一样有标准版跟 ID 定制版两个版本。定制版因为 logo 放在正中间，所以 ID 会在左侧斜线的位置，平常使用的时候就不会被挡住，非常有趣的位置。两个版本都已经开卖了，标准版到12月31号截止 ，ID 定制版到11月15号截止。想要买来当圣诞礼物的观众们，手脚要快喽！我建议各位可以在 ID 上面发挥一些创意，比如说 Jimmy Very Handsome Cham， 或是 Jimmy My Favorite Dad Cham， 你爱怎么吹就怎么吹。那底下开放留言发挥你的创意，我相信不管写什么，收到的人都会是很开心的。好，这影片就到这里，这是我在家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下部影片我就在新的工作室了，也希望各位继续支持我，把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频道。我也会更努力做更多好的内容跟各位分享。我是 Jimmy， 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